来，这期是谁？大家好，我是张叔。今天我们又精神吃火锅了，嘎。还有个神秘嘉宾就不跟你们讲是哪个了哈。反正我们大家吃好喝好，老三样东西都有。哎，锅里头差不多可以了。我们连到锅里去，拿点快速的去烫，其实。原来是那样子，你毛多？好，再吃。都随意点整。哎，随意的很，自己走。哦，弄起走。弄起。老三样。哎呀，算了。要轮着吃。轮着吃啊！又吃鸭肠面喽。都烫起走哈，我来下菜了了，皇后下锅。还有这个东西，我上次我就吃哈个了。上次我把那个蛋黄一哈倒下去的，我第二次我就去经历了噻，要把它捣烂捣烂，把它那个抹在那个头。这个是牛肝哈、哦。跟你们讲哦，今天这个是米纸条的哦，从云南带过来的哈。真的爽，走一个，来，走起，走起，走起，干了啊，干了。黄河啊，云南蘸料，云南蘸料，提升身体。蒸牛肝，八十嘛。十八块钱砸进了嘛？来来，蒸一个。下豆芽，下豆芽要。这吃好了要吃点去腥味的，去腥味的才养生。还有土豆啊，土豆啊，还有土豆啊。蒸完一箱，再来一箱。来吧，朋友们，今天实话就对不住大家了哈，我因为有朋友在，来，还是敬大家一口吧。哎，还是给你消沉一下。后面就歪歪了哈，是吧？就陪朋友他们慢慢子吃，嘎，慢慢子喝。